Hello，Hello，hello， 大家午安。等等，还要考试？对，我等等，直播完之后就要考试了。Hello， 北极星、艾拉、卡丘、志宏、恰拉咖喱、冰彻玄、Hello、朱新当、安莎卡卡 TS。Hello，Hello。谢谢恰恰的分享，也是开书歌，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考歌剧，但是我不知道哎、欸，希望很简单，不知道要怎么考。你怎么不知道？老师没讲啊？不知道，希望是开书考了。我看一下，我记得老师真的没讲。欸，如果有讲的话，我现在就要马上立马读书欸。读书，我看一下哦。歌剧公告吗？这里。我看一下哦。哦，老师会先上课。然后再考题目，对这些歌剧稍微复习过，例如复习一下歌剧剧情，或者是以及音乐剧与歌剧的差。要欸，我要复习一下欸。直播抱佛脚，谢谢他刚才送一封信来了，大家，我真的要来抱佛脚了。他说，蒙台威尔第的奥菲欧片段，我来了。我应该是只要看剧情跟角色就好了啦，所以应该是没什么关系。那大家跟我一起来复习，今天是歌剧台，大家，天哪！我来看看啊，哎，这是什么？有人解说，你是复习，我们是学习，没错。我来看一下。不行，这个在讲人的，不行，第一次接触歌剧，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听。我看一下，哦，啊，没有人讲解，我比较想要，我就边放歌剧边听着。谢谢Jimmy周送的，啊，我没看到米卡，我找亮点。看一下，第一个是奥菲欧。奥菲欧我有看过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啊？还是我真的跟你说我都在睡觉。谢谢晴虹送的闪光星星。我看一下啊，我来查奥菲欧在讲什么。我用手机查，这样比较快。现在手机打字比较快。奥菲欧，睡觉，歌剧很好睡觉。我来了，是蒙台威尔第最早创作的歌剧，也是歌剧史上啊最早的歌剧啊。哦，我有印象了。他说，描述奥菲欧为拯救死去的妻子，不顾一切前往地狱向阎王求情的故事，途中先以自己美妙的歌声催眠了看守者，通过地狱之河，并感动了阎王的妻子。
最后经过重重考验，终于与妻子团圆，却抵不过自己的心魔，再次失去了妻子。哇，那他前面努力白费了呢。谢谢无送的星辰。我看一下，哇，没了，对，它就是一个悲剧。然后嘞，他说一开始他们在就唱歌，然后不久后水晶与牧羊人，这里水晶跟牧羊人的合唱应该是这里吧，应该是这里吧，我也不知道，对，应该是这里。然后嘞，啥？谢谢晴湖上的星辰，谢谢花城魔术上的可爱羊驼。我来看看，然后嘞，我直接一直跳，谢谢浪客送的红玫瑰。怎样突然变难过？他说突然出现一个女使者，唱出啊悲惨又残酷的命运啊，这样。然后就说，等一下，好像还没有这里，这里也是在合唱。然后就说他妻子被毒蛇咬死，这样。然后他要唱出我的命，你已经死了吗？这样。哦，他们现在还很开心哦，还在合唱。来了来了，女使者出来了，是吗？谢维基本上大师上的红玫瑰来了，等一下，超酷的，给你们看。突然有黑幕，哎，黑幕下来说啊的。哇！好了，他妻子被毒蛇咬死了。连接来一下，没有，但是我会跳着看啊，所以，对，怎么跟刚刚想，蛮好笑的。然后他说他要去地狱找回他妻子了，然后就到地狱里面了。太多了太多了，等一下我先吃东西，我肚子痛。我要吃蛋糕，耶，木白的，但是啊，我吃了，我把那个绿印吃完了，我现在好像剩圆舞曲，然后我觉得我再不吃它坏了，所以我把它吃掉。
觉得慕白的绿印蛮好吃的，但我比较喜欢那个哎、欸，冰心吗？冰心，那个好吃。那我这次圆舞曲是第二次买的，我还继续看了，我觉得看故事内容就好了。他说奥菲欧此时唱出强而有力的精灵啊，然后哀求把妻子还给他。吓到。然后他说不懂得怜悯的卡隆特，卡隆特是哪位？哦，船夫啊，地狱之河的船夫，依旧无动于衷。不久后奥菲欧的优美歌声迷惑，渐渐入睡，所以就是被他唱到睡着了，可能太无聊。他有催眠效果耶，我要听听看是什么歌，什么歌会有催眠效果。我来看看，我来听什么歌呢？我看一下哦，在哪里哦？这里，这里，这好地狱哦！看起来超地狱的，这是地狱来的人呢，好好笑哦！哦，不能说好，有没有？每一个地方的地狱的使者都长得差不多，好像牛头马面之类的。我来听，好像就是这首歌让他睡着，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到底什么歌。我觉得不是这个、欸、应该是下一个，这个只是他登场的歌，就是来到地狱的歌。我看一下下一个，刚好复习杰克船长给的。这里，这他睡着了，他睡着了，换上新壳吗？还没，等一下，我怕太早换会坏，就是会脏掉。他回头了，对唱对唱，没有对唱，他对着他唱。吸血鬼要过来，然后拿十字架在挡着的人，然后啊，然后唱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然后就睡着了，然后精灵们齐声合唱赞扬奥菲欧的勇气，地狱之王普鲁东的妻子也深受歌声感动。热心恳求国王聆听奥菲欧的心声。不久，普鲁东是那个地狱之王，也被奥菲欧深情感动，终于答应奥菲欧带妻子离开。这样子，他说在走出冥府回到人世之前，绝不可以回头看妻子。谢谢哈六送的浪之心，好，我来签到。然后，
走到什么意思啊？他说走到人间之前，对，不行，然后他就要回头了，对。他很该开心的走到阳间，但是他禁不住，然后想看他一眼，然后看到的时候就又消失了。然后就和什么奥菲欧战胜地狱，却被自己的心所击溃，然后很凄凉很难过。然后全剧的压轴是沉云驾雾的阿波罗从天上降下来，他伸手鼓励心情陷入谷底的奥菲欧，并一边在天上悄悄地显现他妻子的面貌，使奥菲欧得以心安，同时一边把他带到天上而去。所以他也死了，是这样子吗？边唱歌边升天。啊，怎么唱一唱他也死了？什么意思？怎么唱一唱他也死了？我想直接跳到看最后面那个升天的部分。阿波罗啊，阿波罗来了，阿波罗在这里，写阿波罗啊。跳着，我根本没有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也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给我们看过这个，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也有可能是我没去上课，因为前面的那个偏忙，所以常常没有去上课。可以吗？圈住了。三天了，合照会不是啦，没有，太久了吧，666会坏掉呢。说是被阿波罗带回天上，对啊，所以他也死掉了。他为什么会死掉？被抑郁而死，是吗？我乱讲的，不要听我。我不想吃了，但我还没吃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因为肚子太饿，然后肚子饿到痛，是饿到痛那种，然后可我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家里没有东西吃，然后就刚好便宜到妈妈，因为妈妈想要吃卤味，然后她就订了卤味。因为我昨天就是吃了早餐店的鸡块一块吧，然后就这样就到了下午3-4点，然后因为很无聊，我跟我朋友互叫外送。就是以前疫情的时候不是会跟朋友玩互叫外送嘛，然后我们又在玩，因为太无聊，然后再玩一次这样子，然后就互叫外送。对，然后他叫给我那个越南菜，就是生春卷跟酸辣海鲜河粉，然后有互相伤害没有？因为我们两个都饿死，我们就说就不能乱点，一定要正常点。我点给他波记的港式，就是好像是叉烧滑蛋饭还是什么，我忘记我点什么。然后一个冰火菠萝，然后一杯丝袜奶茶，我帮他订超好的。他给我生春卷跟酸辣海鲜河粉，他们家好远，对，他们家就在公司那里。然后真的爆表了吗？没有，是生春卷2卷，然后有超大，跟我手一样大，然后粗度就是这样，就这样子，然后长度就这样，对，生春卷，然后2卷。我想说，
太大了吧，然后我就把一个生鲜卷吃完我就饱了，而且它 一份有两个，然后我就把生鲜卷吃完我就饱了，所以酸辣海鲜河粉我给我弟吃，然后另一个生春卷可能我妈吃掉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对，然后我一整天就吃一个生春卷跟一块鸡块，然后到晚上十哎我十点多的时候我肚子超痛的，有很臭鱼露吗？没有，就肚子超痛，然后我想说天哪我太饿了怎么办，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叫东西呀、啊、我还叫卤味，我想说你就是一看就是我妈自己想吃，然后在那边说那你叫卤味这样，我说哦好啊随便你，但我不想吃卤味，但她想吃呢就随便她这样，我就吃几口，对啊我饿到痛，妈妈计划她平常都会带食物，就带我阿嬷家煮的食物回来吃，结果昨天没有，我就在等那个阿嬷家的食物，但昨天没有，她搞不好是真的自己 想要吃卤味，痛的时候才会，对我是痛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肚子饿。谢博文送紫葡萄守护灵，因为我最近在减肥状态，然后已经习惯了，所以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肚子饿，要痛的时候才会肚子饿，才知道肚子饿。你说刚说演完的时候为什么突然研究歌剧？因为我等一下要考歌剧。可因为平常就不想吃。好了，我奥菲欧结束了。欸、我先复制一下好了，不然我会忘记。看一下哦，我先就是用一个重点合集这样。嗯，我的备忘录超多东西的。我也想哦，竟然排考试前直播，因为我原本不知道他要怎么考试，然后想说应该还好吧，结果他有要认真考试哎，这个是我没想到的。等一下，这是奥菲欧，奥菲欧 ，OK， 标题，行，一边，等一下哦，哎，怎么只有一半？我没有用好，一边在三拍子的摩尔人乐曲落幕。OK， 再来是费加洛婚礼。费加洛婚礼我有印象啊，费加洛婚礼，但还是查一下。预测错误没错，好奇不认真的考试是翻书考啊，翻书考。结果他好像没有费加洛婚礼，不会啦，会有印象的，全本。我们听一下费加洛婚礼就好。头痛发烧室友，普拿很关心你。我觉得费加洛婚礼的故事很瞎，但是哦好，听一下就好。没有很喜欢费加洛婚礼，
佩嘉洛婚礼，这个我比较有印象啦。我看一下剧情。对啊，佩嘉洛婚礼蛮有名的。反正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好像是上层阶级的跟就是比较下层阶级的，然后在那边抢女人、抢男人这样子。一个，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直白？但就是这个故事吧。印象中，我就那时候边看，想说这什么东西，现在在干嘛？这样，我就那时候边看边想，哈，什么啦？谢谢TS上的梦幻泡泡，这是歌剧，都是歌剧。我看一下哦，他说一开始费加洛准备与苏珊娜结婚，但伯爵对苏珊娜也有意思，费加洛很不满，然后。巴托罗与女管家商讨如何复仇，刚好费加洛有欠他钱，若没法还钱，就要跟他结婚。女管家这样子，然后这样就可以破坏他们的婚事。然后小钗与园丁，哈的女儿芭芭丽娜约会，来找伯爵夫人求情。但伯爵出现了，伯爵以为无人，便跟苏珊娜求爱。但此时音乐教师巴西里奥出现，伯爵为避嫌也躲啊，对对对，这一幕很好笑，就大家都躲在苏珊娜的房间里面，这很好笑。谢谢杰克松，戳戳你。哀叹美好时光不在的伯爵夫人与苏珊娜共商如何整伯爵这不忠的丈夫，他们要假造一封信是苏珊娜的伯爵幽会，却要没去当兵的开路假扮苏珊娜去，我也不知道我在念什么了，救命 ！Hello， 早安。但此时伯爵又突然进来，苏珊娜与凯鲁碧洛只好躲在房间里。伯爵以为凯鲁碧洛已在里面，但出来的是苏珊娜。伯爵向夫人道歉，不该怀疑他。但园丁安东尼说看到有人跳窗，费加洛则说是他跳的。因为那时正跟苏珊娜里面约会，不好意思才这样。伯爵不信，婚礼要开始，但什么女管家瑞恩就要求费加洛要还原，不然就得娶马切利娜吵成一团。嗯，不，费加洛在婚礼裁决时说出自己的身世与胎记。与巴托罗和马切利娜过去已逝的孩子特征吻合，于是大家言归于好，只留下愤恨的伯爵。哇，那么酷！对啊，我不想念了，怎么办？好长哦。我来看看还有什么。伯爵奶茶，因为伯爵才是外遇的那个。我看一下哦，
苏珊娜给佛之前让人造成误会，他以为苏珊娜对他不忠，但一片很在一片黑暗中互换服装的苏珊娜与佛分别自己老公的飞加洛看穿了，但我没有很懂哎，为什么最后言归于好？完了，看不懂啊。现在在读期末考，对啊，歌剧歌剧。我看一下，我要查剧情浓缩，费加洛婚礼剧情浓缩。我来看看。嗯哼啊，有了有了有了，共有四幕。哎，没有哎，他好大纲哦，剧情大意。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还是就全部先复制这样，到时候再慢慢看。我大概是等我一下哦，我来建个资料夹好了，不然会太杂。我的备忘录真的蛮好用的。大家有用备忘录的习惯吗？我一直以为大家都会用，但是后来才发现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备忘录。歌剧见歌剧。完成。然后再一个，就是费加洛的婚，提醒事项也好用，对。行，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个，我要进行下一个，罗西尼的灰姑娘，罗西尼的灰姑娘，罗西尼，灰。Google 形式里没有，那 iPhone 的备忘录就是你可以写就是任何的文章，就很像，我觉得很像 Word 档，我觉得超像 Word 档，就是它很方便。我看一下罗西尼灰姑娘，那还写 report，这次抱佛脚会有几出剧？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出剧，但是因为波西米亚人这一部我大概就知道在想什么，因为那个我根本没有看，然后老师突然要教我们教心得，我不知道，我上礼拜在那边写心得是吗？对，然后反正对，然后那个我有印象。对，五百字，我有写到，干嘛？我来看一下他的一些背景资讯。
我来看看啊。啊啊啊 ！No， 不是这个。没了耶。白色沙漠。好少哦，我以为灰姑娘好像很少哎。我来看看，你们知道吗？你们有看过吗？罗西尼的回光其实就差不多就是 Cinderella 的故事，但不太一样就是了。我来看一下哦。我知道，等一下，我觉得要这样查才会有东西出来。等一下 ，La Sin 这我不会念，但应该是这个样子。谢谢郑源送的浪之心，谢谢郑源送的粉玫瑰。来，我们来听一下。但是我不想听，我不想看这个，我想看剧情有没有。剧情。我来看一下，为你们介绍罗西尼1817年的《灰姑娘》是一部展现世态炎凉、幽默诙谐的歌舞喜剧，堪称世界歌剧史上的传世经典。这个在讲跟灰姑娘的差别，那不是。我看一下啊，发现歌剧。好了，我看一下这个好了。第一幕，这是序曲，但它序曲有点长，等一下。啊，有跳到这里。他说在这个大厦里面，然后灰姑娘正忙于女仆工作，她的姐妹正在试穿连衣裙与珠宝这样子，然后然后这是王子找新娘嘛，然后不，王子会扮成自己的仆人，然后观察这些处于自然状态的女性，然后看谁才是适合他结婚的女生这样子，然后他就被女主角美丽的目光就是吓了一跳，然后。然后他们就邀请他们去舞会了，是吗？什么啦？没有浓缩版吗？好想要看浓缩版，太长了。剧情，我要打剧情。
谢谢 TS 送个闪光星星。对，我现在在跑，在跑。不是那个玻璃鞋，不是不一样，剧情是不一样的。大致上是差不多，但是剧情不一样，就是小细节，就是他没有玻璃鞋，但是手镯吧，印象中。我看一下，好嘞，没鞋。啊哈！好啦，我好像只能这个了。我只能去看这个，就是他，我找到有找到一个写的很详细的啦。但就是有一点多我看一下哦，来了吗？王子来了吗？不是，是他爸。其实王子也是看脸。对啊，我也觉得。谢谢 Jack 送的告白气球，因为他在那边写说什么，他在旁边清理哦，然后王子就突然对上他美丽的目光，然后对，然后就邀请他了。所以就是，是不是怪怪的？在皇宫内部，其实好像还好，因为它墓很少，我看一下，只有两墓，是吗？还是下面还有？没嘞。好，那好像可以跟你们讲解一下。他说有一个乞丐出现在他的门口，然后他两个姐姐就想要把他送走，然后但是那个灰姑娘当然是很贴心的。就是给他东西吃这样子，然后 OK， 然后好这样子，然后在吃东西的时候，王子刚好进来，就王子们来到，然后宣布那个王子要找全地上最美丽的女人成为他的新娘这样子，然后女孩们开始忙碌，然后不久王子就打扮成自己的仆人，然后观察处于自然状态的女性，然后他立刻被灰姑娘的美丽吓了一跳，然后灰姑娘也是，然后就是他姐妹离开之后，他才变成就是他说他是王子这样子，然后但是他邀请去他舞会的时候，他就是不禁止，就是禁止灰姑娘进去嘛。但然后在离开之前，王子发现家人对灰姑娘的待遇很差。然后那个乞丐又回来了，乞丐说什么离开，但你都是在家。乞丐跟灰姑娘说，他的名字是阿利多罗，他是王子的导师，然后他请他去舞会，并保证他的安全这样子。然后继续告诉他，天堂会奖励他，因为他纯洁善良的心。他接受了他的邀约，然后并为就是去舞会准备这样子。
啊。然后，突然觉得好长好。然后在王子宫殿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爸就是他爸爸受到神秘女子到来的威胁，然后，哎，是爸爸吗？还是妈妈？我看一下，妈妈，后母，他提醒他的女儿们，当他们任何一个与王子结婚的时候，不能忘记他，这样子。好，然后，妈妈跟两个姐姐一起离开，然后很快，对，然后反正就是，哦，然后那个扮演，因为王子不是扮演成仆人嘛，所以他的仆人扮演成王子，然后就是王子那个仆人扮的王子去向灰姑娘求婚，然后灰姑娘拒绝了他，说他爱上了他的仆人，所以，然后那个真正的王子就递给他一只手镯，告诉他如果他真的爱他，会找到他这样子，所以他们是以手镯相认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了，然后晚餐后，王子的马车刚好在暴风雨中到达。避难所，可能到他家附近吧，然后就进到他家吃饭，然后当他坐下时，他们立刻认出彼此，因为王子拿出他之前送给他的手镯，并将其与他正在佩戴的手镯进行比较，意识到自己找到了真爱，两人开心的拥抱，然后就是那个妈妈两个姐姐生气的抗议，然后王子就斥责他们，并开始判处惩罚，然后灰姑娘祈求他怜悯他的家人，然后他们两个就走了。然后在皇宫内部，好，然后他希望成为他真正的女儿之一，反正我不知道，反正管他的。然后，请求王子原谅他的家人。一旦被原谅，他告诉他们，他作为女佣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哇耶！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灰姑娘的故事。最后真的，因为我看到结束的曙光，终于。太长了，再来是蝴蝶夫人啊，蝴蝶夫人我好像看两次哦，我记得我蝴蝶夫人好像看两次，好了，你可以不用再唱歌喽。蝴蝶夫人，我不想听了，我要听其他歌。蝴蝶夫人，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你不会怕吗？不会啦，蝴蝶夫人没有蝴蝶啦。蝴蝶夫人，但最近在魏武营有表演，可以去看看。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记得就是有蝴蝶夫人，我应该讲解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就是，但就是也是一个悲剧了。就是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经婚姻前客介绍娶了年仅十五岁的日本艺妓，就是蝴蝶夫人为妻，但这位美国佬对这桩婚事抱持游戏态度，新婚不久后即随舰队返回美国，而蝴蝶夫人仍不改初衷，终日痴心等待，结果换来丈夫的恶意抛弃。等到三年之后，平克顿返回日本时，带来了真正的美国妻子，并要求带走那个蝴蝶夫人生的小孩。然后后来蝴蝶夫人就是 OK， 就是就带走吧。然后他自己就自杀，这样。哦，对，就差不多。就是我认知到的故事，就是我看完就大概就长这样。那这样会不会太短了？但就真的就大概就长这样，结束了。不是连蝴蝶这两个字，没有，因为会怕是因为打蝴蝶那个下面会出现那个图案，所以我不喜欢。没了，就这样。对啊，我要的就是这种简单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卡门，卡门也是知道在讲什么，好真实的剧情，我也觉得这真超级，因为普契尼好像，普契尼的都蛮真实的，他的波西米亚人也就是写实风格，普契尼都是写实风格，这拍剧都拍不了，有啦，好了，你们想要听再多一点是不是？有啦，它下面还是有，我给你看。第一幕是19世纪末的日本长崎海港，好不好？然后太长了，太长了，我不要，太长了。好了，进到卡门。我来看卡门也是很熟悉耶，噔噔噔噔那首，你们应该听过啦，卡门一定听过啦，不可能没听过，真的。听一下，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好了。卡门就是什么，哦，我忘记了，但我应该记得他在干嘛。剧情姐姐来了。Hello， 坤坤，来广场地幕，这怎么也是分幕的、啊？这有点太多、哦，不要再分幕了，拜托。等一下哦，剧情简介，有了有了有了。怎么也都是分幕的？什么？还没有到第二幕，哦，来了第二幕，不行不行不行，这太多了太多了。等等，太多了，我现在直接查，你知道我现在关键就是卡门故事大意，卡门的故事大意，我放弃了，我现在直接查故事大意。
我以前记得谱，但是我现在完全忘记了。忘了，我真的忘了。哎呦，这比较短哦。第一幕《卡门的故事》在塞维利亚的一个城镇广场，当一个年轻的农民女孩叫米卡艾拉向士兵质疑她的爱情时，士兵和市民聚集在一起聊天。士兵试图说服这个年轻女孩留在她身边，直到唐和塞回来，但她拒绝并离开。很快，唐和塞在香烟工厂铃声响起前就到了，一群妇女，包括美丽的吉普赛人卡门，从建筑出来，然后士兵就会，反正就是在香烟工厂里面的女生很漂亮，然后士兵就会在外面看，这样子就会等他们下班，然后就会看这样。哎，好像会，等一下，我来看看我的记忆好不好？棒棒！然后卡门跟过年一样，说当卡门看到唐和塞时，他在他面前扔了一朵花来勾引他，那是什么？没看到，谢黑杰克送的猫猫抱抱，一朵花来勾引他。然后唐和塞拿起花，被美丽的卡门迷住了，哎，勾引成功。此后不久，米卡拉又是哪位？回到一封信中，他的母亲亲吻送给了他。在信中，唐和塞的母亲要求他与米卡拉结婚。唐和塞承诺他对米卡拉的忠诚和爱。好，此时卡门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卷烟厂发生了一个争斗，就是在吵架这样子。然后卡门在被军官抓获之前伤害了这名女性，然后反正就是下令唐乔斯跟唐和塞斯，但是那个翻译的错误，还是他是同一个人，护送卡门到监狱，然后卡门让，反正就他就让卡门逃脱了，然后就变成唐和塞被关了一个月在监狱里。不行，我现在看得很，就是鲁萨萨，我看不呢。没有再更简短的吗？这是哪个？卡门使军人班长唐和塞坠入情网，并舍弃了他在农村时的情人，温柔而善良的米卡艾拉。后来唐和塞因为放走了与女工们打架的卡门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又加入了卡门所在的走私犯的行列。在卡门后来爱上斗牛士，在卡门和为艾斯卡米里奥斗牛胜利而欢呼时，他却死在了唐和塞的剑下。就是这样子。太棒了，这个非常简短，就差不多了。
因为唐三觉得他为砍文做那么多事情，结果他去喜欢一个斗牛士，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就把他刺死了，就拿剑这样刺死了。对，大概是这个样子。OK， 这个很简短，很棒哎。斗牛士帅啊，可是不行，他士兵也是哦，好吧，卡门贴上这样子，再来，哇，那快没了，好像剩波西米亚人哦。大家，我剩波西米亚人，讲四个年轻人，然后。年轻艺术家，什么诗人啊，画家，然后忘记，然后生活，然后什么女主角叫咪咪，然后好，我还是查一下好了。反正男主角好像就是因为没有钱嘛，然后他就咪咪体弱多病，然后男主角就觉得哦，应该要放他去找更好的人。然后就放走他，然后就是对，然后就突然对咪咪很冷来了。然后咪咪回来之后，然后因为体弱多病，所以死掉了。大概就是这个剧情。好了，我还是查一下好了。剧情。好，我给你们也正常的。哦，这太长了。哎，都几岁了？你还吃这么油？油才好吃嘛，少吃一点啊。不够，除了少吃多运动，还要喝美招双鲜。美招双鲜，美招双鲜。你也懂剧情浓缩之术，没错。美招双鲜绿茶。唱。哎，这个我是真的没看过，但就是为了写心得。我就把它浓缩，硬浓缩，我真的没看过。我看一下啊，剧情大纲。就没事了，加油！快没了，快没了。他说，第一幕点出了几位艺术家们困顿的生活，但他们乐观自主，并为自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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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咪咪，我知道咪咪死掉了，咪咪后来死掉了。第一幕，圣诞夜，巴黎拉丁区的一间破旧的公寓阁楼里，诗人和画家为了取暖，他们决定烧掉诗人最新的诗稿，抱着一堆旧书。哲学家推门进来，他原想用这些书换点钱，却什么都没有卖掉。三个人围在微弱的火炉里取消自己的近况，找到一份临时工作的音乐家，带着食物和木材回来。他们正要为这意外的好运外出庆祝，房东却来收房租，世人低估的想把房东赶走，对，然后就灌他酒，灌房东酒这样子，然后当围醉的房东开始讲自己的艳遇时，他们四个就把他踢出去外面了，哇！然后他们去什么？他们要外出庆祝，去咖啡馆之前，
然后说要写完一篇稿子，其他人便在楼下等他，然后有人敲门，是他们的女邻居咪咪，然后他拿着蜡烛来借火这样子，然后但体弱多病的咪咪由于走楼梯太快而昏倒在鲁道夫，鲁道夫是诗人是不是诗人的怀中，然后鲁道夫递给他一小杯酒令他镇静，并点亮了他的蜡烛，当他起身离开时又遗失了钥匙，两人在低头寻找的时候风把他们的蜡烛吹灭，然后黑暗中鲁道夫不小心碰到了咪咪的手，就开始唱你那双冰冷的小手没其他酒，外国的酒很便宜，对，外国的酒比水还便宜吧，应该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笑，说你那双冰冷的小手，有叹调哦。来听一下你那双冰冷的小手，你来听一下长怎样。来听一下，经鲁道夫的要求，咪咪告诉他自己的身世，说自己孤单的生活靠绣花为生，盼望春天来临。然后这时候咪咪就唱了我的名字叫咪咪，不行，我那时候看完我就想说这是怎样，这时楼下的伙伴催鲁道夫快点加入他们，鲁道夫打开窗户回应他们，转过头来看到月光下咪咪 苍白的脸，那种如梦般脆弱的美丽令他激动不已，忍不住说出爱慕的话，两个人的心陷入爱情，他们手拉手去咖啡馆。哇，那下面的朋友就是想说，哇，你写一个稿子，然后可以写出有女朋友下来跟他们吃饭，会很荒唐吧？月光下转身，那就是啊，如果可以，对啊，下面的人不会觉得很荒唐吗？你说你要写稿子，结果去把妹，还让我们等那么久，被你一讲。啊，他是个悲剧，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把他讲得太欢乐了，对不对？哇，好，第二幕，圣诞大街上十分热闹，咖啡里坐满了人，鲁道夫向大家介绍咪咪，称他为自己的诗，他是诗人，他说咪咪就是他自己的诗，嗯。几个人高高兴兴的叫来了晚餐，突然门外一阵笑浪，浪笑，浪笑，笑浪笑。马尔切洛过去的情人穿戴华丽的穆塞塔出现，他挽着一个老头的手臂。马尔塞洛是谁？马尔切洛是谁？我看一下哦，画家，画家，里面的画家。然后挽着画家的前女友啦，挽着一个老头的手臂，你小声一点，不好意思，他的那个手臂冰冷到有点激动。然后那是有钱有势的阿尔契多罗，为了吸引画家注意，他的前女友唱起了一支舞曲，称赞自己的美丽无人能够抗拒，画家又一次被他征服，然后他前女友吩咐阿尔契多罗，就是他的有钱老头，为他买一双新鞋，他一离开，他前女友就倒进了那个画家的怀中，
当那个有钱老头回来，等待他的是一堆账单。哈，好气哦！啊，气多了真的会气耶，很气耶。好惨哦，对啊，好惨哦。好，第三幕，黎明。白色的雪覆盖大地，咪咪带着黑色面纱独自一人来到城外的酒馆门前。鲁道夫·马尔切洛与马尔切洛的前女友暂时住在这里。咪咪换人找到马尔切洛，他问起鲁道夫，说他因为嫉妒而怀疑他，对他冷淡。这时鲁道夫也出来了，咪咪赶紧躲在树丛后。他向马尔切洛抱怨咪咪跟男人眉来眼去，并说咪咪的病很重，而他没有钱为他治病，所以希望分手好让咪咪找一位有能力的情人。听到自己得了绝症不久，于是咪咪痛哭起来。鲁道夫找到他，将他抱在怀中，咪咪与他告别，咏叹调：我要回到自己的小窝。他回家了。然后酒店里传来画家前女友与别人调情的声音，画家赶忙跑进去，两个人吵了起来，恶言相向，最后不欢而散。鲁道夫与咪咪却依依不舍，他们回忆起往昔美好的时光。第四幕，春天。咪咪没有绿茶啦，绿茶的是画家的前女友。春天，拉丁区的公寓，鲁道夫与马尔切洛孤孤单单，他们无法忘记自己的女友。这时舒奥娜与柯林带着就那个哲学家跟音乐家，他们戏份有点少，带着美酒与佳肴回来，四个人嬉笑打闹起来。然后画家的前女友突然冲进来，他说咪咪为了见情人最后一面而来，但体力不支昏倒在楼下。鲁道夫赶紧把咪咪抱上来放在床上，其他人拿着自己值钱的东西去变卖换药品。众人离去后，鲁道夫握着咪咪的手说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咪咪一时激动昏过去了。呵呵，前女友叫做穆塞塔，因为有点难念，我管他穆塞塔。然后昏过去了，鲁道夫惊叫起来，大家回来。穆塞塔为咪咪带一副皮手笼，咪咪对他微笑说很暖和。马尔切洛将药交给鲁道夫，柯林问咪咪如何了，穆塞塔回答说他睡了，但舒奥娜却惊慌地指出咪咪已经没有呼吸了。那一时间房间里一片悲哀，他们流着泪呆呆地看在床上安详的咪咪。鲁道夫浑身颤抖，他摸索着来到咪咪的身边，抱紧逐渐冰冷的身体，呼唤死者的名字，但没有人回答他，只有朋友失声痛哭的声音穿越了那颗破碎的心。他这样害我很想看那一幕，波西米亚人，我来看一下。我来看看啊，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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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掉了，还没死，我看一下他什么时候才要死。来了来了，
要睡了，要睡了。在哪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结束了，蛮好的，蛮好的。我继续把它。不知道备忘录上面，等一下再来看看。波西米亚人，嗯，成神。OK， 几点考试？3:40，所以我3点关，然后读一下书，咪咪熄掉了。那我再看一下卡门好了，我觉得卡门的刚刚的那个没有什么剧情，还是应该要看什么维基百科，他会写。歌剧《卡门》，蒂姆、第二幕好像没有诶，有吗？有吗？缩眼版没有诶，这里嘞，这里嘞，没有诶。哼，竟然没有。果然都靠维基百科，我看一下剧情。哦，好像还行哦，那我就用这个了。我用维基百科的，维基百科的好像好一点。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蝴蝶夫人，蝴蝶夫人好像也有点简短欸，没关系。好啦，蝴蝶夫人我也去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怎么样，大家？突然开启的歌剧台欸，天哪！我只要我这个考试。考完之后就剩明天的日文，哇，日文要读书欸，我还没读，就剩明天的日文考试，对，其他没有，因为我的其他有些科已经提早过了，提早过关，我不用补考，耶！灰姑娘，早知道我就都用那个维基百科。灰姑娘没有维基百科。上学期日文不是很轻松，没有啊，都有读书啊。轻松是因为就是还读完书就轻轻松松80-90分这样子。都没有啊，没有诶，奇怪。好吧，灰姑娘好像就这样子了，没办法。
可以可以完成，大家我完成，等一下就来复习一下。对啊，我一直百科没有哎、欸，我不知道是我查错还是什么，需要，反正我有。我怎么没看到预课？它超长的，现在它整个超长。噔噔。这是什么？怎么都在？谢慧云送的真情告白。很短短的刘海，对，我只要一长，就是头发一长就会很短。我来看一下，谢谢乌鱼送可以做你的喵。我刚刚一瞬间在思考，就是想说感觉要吃点午餐，但是我现在冰箱里面只有卤味，但我又不想吃卤味，所以不知道耶。谢谢阳光送的星辰，现在肚子不痛，就是那个饿的感觉。外送好，很好看，不能，对啊，我就想说，就是斗篷不能站着拍，就很讨厌。有甜点吗？有，但是我不想吃，它在我旁边，我不想吃。时间不够外送，对啊，有点紧。现在天气要吃凉，好还好哎。吴建豪的歌，哎，吴建豪跟俊浩的歌，哇！我对凉面真的是就从小就没有什么那个想，就是欲望。对于凉面，因为我不想吃甜点的时候，对耶，考完试再去吃点东西。我考完试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要，我看一下，居然是吴建，对，我刚刚突然看到，想说哇，竟然是这首歌，然后就点进来了。吴建豪跟俊浩唱的，我很喜欢俊浩。没事，我就是很饿的话，我会拿出我的卤味吃的，只是现在就不想吃。听话会变瘦。没有吗？有吧，好像有吧。Castify 里面还是还没吗？我记得有嘞。哎，对，各位，你们知道吗 ？Super Junior 要11集了。所以真的要出新专辑，我昨天他们晚上10点的时候突然放出预告照，我直接哇，我直接被摔到哎、欸，好好看哦，苏安娟姐，找关键词，等一下我给你们看，我来找找看，海带跟鸡胗是没有，我们家点什么脆肠，鸡心。中间一直打哈欠，昨天我睡很好，我前天只有睡2个小时，然后我昨天从半夜1点睡到12点，睡蛮久的啦。你无感，很好看。
23号才可以买，那就是明天。明天才可以才上。那是明天，还有一天多。哈欠是打给哥，有可能是哦。你不是不能，但是前天只睡两个小时啊，所以我就睡回来了。还没看到，你是这次是走什么风格？什么意思？你说这个吗？还是啊 ，Super Junior 吗？我不知道那个红线，哇，超好看！我查一下。好，出发去。很好看，真的是很好看，超级好看的、啊。哇 ！Oh my god！也是天，天哪，天哪，哦，哈哈，好好看，好好看。你知道昨天，因为他都昨天是10点的时候上传，然后我想说干嘛在这种时间？我直接说啊，好好看这样子。而且因为我 IG 打开就是李赫宰耶，好好看哦。好久没听到，因为上一次是也没有啊，3、4月，但是只有就出一首歌这样子，就对，就是还对。专辑的话是去年10集，是没有10集，是不是拖到今年年初啊？好像是吗？我有点忘记了。李东海吗？我记得李东海自己有偷跑， 我找一下。这个东海自己有偷跑一张，官方还没发，但他先偷跑了。啊，好好看！笑得很不拢嘴。好像对呀、啊，但我还是爱，比较喜欢李赫宰，太好看了。很好看呢、欸。我昨天半夜真的是啊、哦！你也好好看，谢谢。现场感受真情告白，哼！我真的一直在打哈欠，但我今天真的有睡饱。看想一下李赫宰啊，银赫，李赫宰是银赫的本名这样子。嗯，我感觉看完 SJ 无法专心考试，
对，他现在是缺氧，真的吗？是不是困了？有点困，没有啦，还好，还行，还行，还行。你耍的倔强，气质很搞笑，经过了就。帅到缺氧。我看一下，我现在是3:02，我来。谢谢乌鱼送的 Kiki 做的喵。啊！吴克群有跟宋智孝一起唱过，竟然那么酷，好酷哦！听一下，哎，这个张学友跟碧昂斯，认真吗？谢谢叶白送的《爱的烟火》，谢谢黄送的《告白气球》。那么酷！因为我现在在的歌单是就是合唱的部分，哇，好酷啊！看这个，罗志祥跟秀智一起唱，我应该是有听过了。刚刚那首是去大人，你说 I'm not yours 吗？对啊。吴克群好久啊。平鲁道分什么什么概念？哇！我要听一下副歌，有你们，所以我就说我应该有听过啊。哦，对啊，就这首，好，听过，听过，听过。看一下，刚刚那一首，哎，怎么不见了？情非得已。再听一次 ，I'm not yours。心中有听着吗？有。但是是动画片，就是动画片。哎，忘记了。我来唱一次，唱一下，忘记。这是爱情起死回生的药，用到你什么都很少，但这种调调。你耍的绝招其实很搞笑，经过了就把爱撕的更一别成烧了。 And you know one more， 亲爱的你大事不妙， Help me。 这边我不会。 You cast a spell， You made me madI'm back from hell. 什么？
I'm back from hell. I know you got my world. I don'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I just wanna be myself. 我忘记怎么唱了，太久了，没有，就每一点就会忘记。Oh, oh my god, what? 看起来很凄美，想起来太谦卑。I don't need you anymore.You cast a spell. You make me mad. I'm back from hell. Rule my world.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I just wanna be myself. 谢谢杰克送的超星星 ，My girl， 啦啦啦 ，Oh oh my girls what？ 他们都说我的 what 很好听，我想说好 ，Oh oh my girls what？ 他们就说，哎，你的那个 what 就给你 what。说，因为你超适合 what 的耶，我说哇，对，因为很像语助词。是不想跟你说，没事，我还有时间、啊。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And I just wanna be myself. I know you can. 上不去，谢谢。All of my girls, what? 哎，我今天不行，我今天连 what 也不行哎。十分再说，再一首，多爱唱，明明不会唱。谢谢玉超送的一封信，这单当然挂着吗？没有啦，偶尔拿出来玩一下，十分没关系。哎，我不会唱这个，结果我不会唱这个。结果这首歌我不会唱哎、欸，我看一下哦。我在等副歌，搞不好我会。不是要考试，对，等一下。我看一下哦。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想些个痛快。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期待再去收拾残骸。嗨，哦，哦。再一次，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场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还行吧，好像啊，这边我在是。腐烂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活过来。我再一次，等一下，我来了，那个挑战的心理又来了。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不行。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场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活过来，也许还能活过来。好，最后一次，我要去读书了。不行，我要成功啊！都快忘了怎样离哇，不对哦。谢谢龙华阿翔送的梦幻泡泡。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场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好啦，应该就差不多就这样。谢谢以上掌声鼓励。哎，我真的是硬要唱哎，哇呼！好啦，不唱了。再唱一个，硬要。等一下，我都不信。等一下，活过来。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场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好了，再见。我放弃但是整首歌都是云出词的，没有吧？哪有整首歌都是语速线？谢谢乌鱼送的掌声鼓励。当然，硬要才会进步，硬要才会进步，耶！只有他看这首歌，没有没有，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好的，大家我要念排行榜哩。好了，可以继续放。第十名是呛辣咖喱，第九名是 Derek 维，第八名是乌鱼，第七名是安莎卡卡，第六名是朱清当，第五名是龙魂阿翔，第四名是 Jack， 第三名是黄恩，第二名是志宏，第一名是杰克。谢谢你们。难自拔，一时间真的太难了。拜拜。不枉挣扎，不惧笑和。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之间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好了，大家拜拜。等下要去唱歌曲，歌曲。耶，拜拜。谢谢感受，掌声鼓励。拜拜。谢谢杰克送的掌声鼓励，拜拜。三二一，拜。拜拜，我要去读书了，拜拜，耶。